你倒跑。这张我比阿凯签的。你阿凯啊，根本无头路，啊，这张票一点也无路用，也未兑现。师父讲过哦，有怨就有利。阿凯啊，就过无这头。虽然这张本票看起来敢那是跳票啦，啊，不过你都要想办法，可以会当兑现。他陪伴阿凯走过迷茫的人生，也让自己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了新的意义。大爱剧场《南国小太阳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。